各位观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大法古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安家。谈到安家呢，很多人就觉得其实教养子女的问题是他们觉得最困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有些人说他们呢就很想给儿女各种好的物质享受来弥补小的时候他们物质上的贫乏，可是他们又因此很担心孩子长大了会不惜福，不知道生活的困苦。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说要给孩子严加管教，那么这样子呢才避免他们学坏。可是呢有的人又担心了，越管教的严格呢，孩子的叛逆性越强。到底怎么样管教孩子最好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郑小姐好。是师父，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哈，我觉得教养孩子真是这个所谓的亲职教育啊，真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啊。比如说像我的女儿，有的时候蛮乖的，可有时候又蛮皮的。那么可是对我来讲，我好像希望他永远都很乖啊，都不要皮。那这种大概是一种奢望啊。如果这样子管教孩子，恐怕我想也是不对的。这个乖同皮，主观的，是不是客观的？你认为他是乖，可能他不是乖啊，他是呆、迟钝。你认为他是这个皮，可能不是皮，他很反应快，活泼健康。这就是完全一个主观的立场来看孩子的乖或者是皮啊。在我来讲的话，乖并不一定是不好，但是也不一定就是很好啊。皮也不一定是不好啊，但是呢皮过了头这是不好的了。我孩子们呢，这个小的时候，像你的小孩子只有三四岁到五六岁七八岁之间，这个小孩子是最皮的。人家说这个阶段呢狗都嫌啊，对呀、这个小孩子是这个阶段是最皮的。这个是不是皮，他这个生理的这种发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他必须要动，他不动的时候啊都有病的了。所以是在这个阶段他是活泼是对的，皮也是对的。我自己小的时候就蛮皮的，非常皮的。那么这个呢，如何的管法？我想啊，你管得太厉害的时候，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呆鸡，呆若木鸡，那好吗？不好啊。让他能够啊顺其自然，皮可以，但是呢不要有破坏行为。皮可以，不要让人家讨厌。皮啊可以，但是不要没有礼貌。是。这些呢要慢慢的跟小孩子啊商量的。多半的小孩子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礼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破坏。这是什么叫做啊这个让人家讨厌。他不知道的。那这个父母就是要从这方面呢、要给他们呢熏陶，给他们商量。还有呢告诉他们这个让人家讨厌的时候会什么结果，要破坏了东西的时候会什么结果啊。还有呢就是皮的没有礼貌的时候啊，这会什么结果。是要把这些结果告诉他们。那这个呢我想这个孩子皮还是没有问题的。对，师父我觉得你很厉害呀、你都没有管教过孩子，可是你很能够抓到原则啊。譬如说我觉得师父刚刚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醍醐灌顶。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都是很主观的，以自己的好恶为好恶，以自己的这个对错为对错，而不是说真的非常客观的来了解孩子这个行为是对的还是错。你今天如果心情很不好，看到孩子皮一点，你可能就打他一阵，觉得他很皮。可是你如果今天心情很好，孩子爬到你头顶上来，你就觉得说哎呀他很活泼。所以怎么样客观的来了解孩子，我想这一点是不是非常重要。常常想到这个孩子啊现在是几岁，常常想到孩子只是孩子，也要多看一些啊关于孩子的这个发育过程、成长过程，它必然发生的一些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了解行为的特征，行为的特征。然后呢常常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对。那自己的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跟孩子谈谈心，
说哎呀妈妈最近身体也不好，心情有点不大好，宝宝啊孩子你要有谅解我，原谅我，这个多体谅一下妈妈，体谅妈妈哦，我这两天情绪不大好，我刚才骂了你，对不起啊、哦、自己虽然就因为自己不好而让孩子受了冤枉，这个事后要给他安慰，要给他打招呼、对不起，那这个孩子听了以后呢，他不会有一种叛逆抗拒、如果父母自己啊老是掩饰自己的过失，是那这个孩子叛逆一定是很厉害了、那他这个以后就是性格里头啊、就产生一种抗拒，一种对立，不能够说是嗔恨，而是呢有一种啊不服气、那这个父母有时候会错的，错了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们，还有呢正正的给他们呢所以拍拍他的小屁股，正正打了几下子啊、打完以后他会痛他会哭，但是然后跟他谈谈，这个我很疼哎，我很心里很疼哦，我刚才打了你哦，你屁股疼对不对，我妈妈的心里更疼呢，这个我打人我觉得也心里很难过，我为什么要打你，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打你，那商量一下，让他自己发觉自己刚才是错的，所以是挨打了，然后呢他也会要求妈妈我错了以后你打轻一点啊妈妈你错了以后你不要打我啊，你只要说我就好了，你告诉我你不要打我啊，那这样子呢他就跟你商量了，跟你商量以后你就可以不打他了，你可以不要打他，你可以商量了，这个对孩子啊一定要把他当成孩子看，你不要把他当大人看，还有呢孩子他这个心情要他谅解他，孩子有孩子的心情呢、是那大人有不同的心情，孩子也有不同的心情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会有不同的心情，要谅解他体谅他，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一定会做得很成功，不会的说是溺爱孩子啊，一直溺爱下去，这个孩子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溺爱到最后这个孩子完蛋了。是，谢谢师父开示。所以呢师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客观的去了解孩子，我们也要尊重孩子，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教导孩子，那么其中呢说理的方法是非常有用而且非常好用的。非常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